现在是星期六早上的4点多，他吃香蕉掉地上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坐飞机去西雅图，好困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拜拜。拜拜。我现在已经到机场了，然后我们现在取好票，准备去把行李这样就是托运一下，然后我们进去之后想吃点东西，因为早上起来太困太饿，都没有时间吃东西。现在外面天还是黑的，就是大概5点多的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出发啦。Hello， 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西雅图的机场，然后我们是坐了6个小时的飞机过来。我的天哪，就是我其实没有想过要坐这么远的飞机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但是我们思前想后，觉得地点的话，因为迈阿密一直下雨，所以我们就选了这边，想要来西雅图看看，所以就坐了6个多小时的飞机。我的妈呀！然后到了之后呢，因为有时差嘛，他们在西边，我们在东边，所以大概就是3个小时时差。我坐到本来是应该1点，现在去纽约1点多吧，我们现在在这边是10点，早上10点的样子，所以我们打算去中餐馆先吃个饭，然后再去把行李放在要去住的地方。好了，拜拜。那我们就先吃饭啦。我们终于到了，找了好久，它在2楼。怎么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一家叫洞庭春的中餐馆，他吃香菜的，然后我们点了一些菜。等吃完之后再去把行李放一下，逛一下。等会儿就是我们点了烤，听说很好吃，然后还有什么牛肉啊，还有猪肉拌饭。超级期待，听说真的很好吃，不知道和纽约的中餐比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纽约的中餐已经真的很好吃了，就觉得我有几家我都觉得可能国内都没有那么好吃的感觉。旁边一个地方逛街，然后它的地方都还蛮小的，就是这边有 LV 什么的，这边里面有个 Neiman Marcus， 但它超级超级小，我觉得比纽约的大概小2/3吧，就是纽约那个特别特别大，这个超小。然后这边有个爱马仕，我刚刚进去问了一下有没有我想买的那个包，他说没有，整个纽约都没有那个菜篮子金扣的了。我们终于要就是逛完之后去就是把东西放下来，然后再去Seattle 的downtown看一下能不能就是买点吃的，或者逛一逛什么纪念品的店，然后明天再去看一些景点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已经到 apartment， 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到我们租的那个 Airbnb 了。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好像是一个那种，就是像比较像那种单身公寓的 apartment 的那种样子，而且特别特别干净，我觉得还挺好的。嗯，还有它比较便宜，就是好像只要100，有时候好像90多美金只要就可以住一晚。它是那种1B1B 的形式，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都超干净的，然后厕所大概是这个样子，这边有个镜子。是这样子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大的冰箱，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你可以放东西进去的，还挺干净的。这边还有就是烧东西的，就是你可以煮东西，还有微波炉。这边是洗手台呀，洗菜做菜什么的。然后这边是一个桌子，这个是一个客厅，这还有电视机呢。它的整个客厅的话我感觉还可以，就像那种1B1B 的那种客厅，就装修啊整个都蛮简洁的，而且很干净，特别特别干净，我觉得跟酒店差不多了。一个双人床，它是一个房间这样子，它是没有封顶的，这边就是这边过去就是客厅，然后它
床还挺大的，我觉得也很干净。我觉得它这家店，就它整个这个环境，还有我选的这个地址，我觉得都还挺好的。然后我到时候把那个东西放在下面，如果大家有考虑的话，我觉得这家店就这个地址，然后这个环境，我觉得还有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挺推荐的。这边天气还挺好的，就是大概20度的样子，比纽约还暖和，我简直不敢相信。就是因为他们在比纽约更北边嘛，本来是应该比纽约更冷的样子，但是我后来查天气，觉得这边真的最近都是20多度，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所以我就决定来这边了。实际上情况也是挺暖和的，就比纽约暖和很多，所以我还挺喜欢的。它这边特别像那个 San Francisco 旧金山的路，然后是那种爬坡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们进了一家卖东西的店，看看有没有纪念品可以买回去。还这家店就是很好看，哦，这个盘子挺好看的。我们到了，好像是传说中的市场，然后进去看看可不可以买点什么东西。这个 farmer market 这个钟还挺好看的，就是网上他们拍的那种，是吧？逛了一下，然后现在在一个叫waterfront， 就是水面前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家就是吃螃蟹的，所以我们就去找一家吃螃蟹，看应该在海边螃蟹还会不错这样子。它这后面就直接是摩天轮了，然后旁边就是水啊，然后今天太阳日落虽然是可以看到，可是它稍微就是有点不太清楚，小脚脚在这里。然后我们想去这家店 The Crab Pot，听说好吃，我们已经饿了，所以准备去试一试。进去感觉像那种百老汇啊。然后第一家好像就是 Crab Pot， 但好多人啊，都已经排到明年去了，可能都吃不上了，好可怕。就这家 The Crab Pot 人好多啊，这听说很好吃，所以大家都来了。菜单。就专门是吃，应该是吃帝王蟹腿啊，还有一些就是手抓海鲜的。因为刚刚那家店我们要等1个多小时，然后排队拿号都要排20分钟，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吃中国城的中餐了。然后我后来发现找了很多，其实有人跟我他这边中餐还挺少的，就是推荐的吃的都不是很多，我感觉啊，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是在那种就是过了河，过了那个 Lake Washington 之后的地方，那个城市才有，比如说豆浪坊什么的，所以就这个地方中心区域我觉得吃的还是挺少的。然后我们决定去中国城，打车的话只要9分钟的样子，还挺近的。一个叫臭臭锅的地方，因为网上说它很好吃，所以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下，应该快到了，他主要还要排半个小时的队这样子，所以我们打算就是先去中国超市逛一逛，旁边是中国超市，买点水果什么的。这边超市好大哎，超级大，芒果1块钱一个，我感觉好像比纽约的超市干净，然后好看很多。买了一盒草莓，然后几个橘子，还有一个芒果，打算再买点水果，然后这几天吃好了，因为就是住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他们这些草莓看起来特别特别红，我觉得肯定比纽约的好吃，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我在家在吃这个，这个是臭豆腐，我的妈呀，闻起来真的好臭啊，从来没在美国吃过这么臭的臭豆腐。My mind's a mess. What are you thinking? You
But happy last weekend, all the good times, how'd you... 到 apartment 了，然后今天晚上吃的饭我觉得还可以吧，如果打分的话我感觉就是6分左右，因为我们觉得就在纽约的吃的真的是比这边好吃很多，然后我们已经吃了在这边就是风评网评第一第二的，我觉得都还好，也没有说那么惊艳这样子，可能对我对他期望太高了。但我觉得整个其实西雅图的 downtown 都还蛮小的，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没有说要很远啊到一个地方这样子，有点像旧金山那样子，我觉得就很近，大家每个地方都很近，这样还挺方便旅游的。在那个店里买了啥，我就买了两个东西，两个小东西，一个是这种杯子，好看所以就买了杯。天哪，一个玻璃杯长这样，然后它上面写的这个名字是夫人的意思，然后它还有那种就是丈夫啊或者是先生那个，然后夫人这个只剩一个，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英文，就很有气质很有质感的感觉，就是倒咖啡和牛奶我觉得应该都很好看，所以就买了这个。还买了一个糖，就是薄荷糖吧，因为我同事很喜欢吃薄荷糖，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薄荷糖送给他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打开来尝，他说是从法国来的，就是法国的薄荷糖这样子，所以就买一个当小小的纪念品。 Hello 大家，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们起来，我起来其实是11点多，然后他起来已经12点，快1点弄完，然后我们准备现在先去吃一个 brunch， 之后再去看一下水族馆，逛一下景点之类的。我已经快饿死了。我昨天新买了一个睫毛膏，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就是那种比较纤长，然后稍微会有一点点浓密的那种感觉，就还蛮喜欢的，就跟其他的不一样，我感觉是那个日本那个什么Dolly Wink 那个牌子。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就是好像是只有14度左右，但是真的特别暖和，只要稍微穿一件那种薄衬衫就够了。天气好好，心情都好好哦，开心。这 brunch 地方了，看起来好好看啊！我的妈呀，叫咖啡，哇，进去吧。等你开门呢。等我开门。哇哦，好好看啊！I was your best friend, yeah. Remember when you said you could see your whole life with me, baby? Now you got me thinking that I'm crazy, cause you're out the door. Just one mistake, you say you're not gonna love no more. But was it really love if you can leave me for something so innocent? Is this the end? Thought you'd be ther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hought you'd be ther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hought you'd be ther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尝一下，好吃，这边环境超好的，超好看。我们现在路过这个派克市场，人好多好多呀，我的妈呀！然后从这边去水族馆，真的超多人。不过我听说别人说这边的就是物价周末会比平时贵1倍，可能是因为就是人多，然后游客也多啊什么的。现在在水族馆了，我买了一个 City Pass 的票，好像是可以去5个景点，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水族馆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我没看懂这是什么小鱼，然后呢？我想换个叫海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五颜六色还挺好看的。它会动吗？会动啊，它不再动了。啊，说的是海参哦，这还有海星呢。软软的。
好吓人呐、啊！我的妈呀，它那个爪子 ，Oh my god！ 好，夏威夷，好啊，他说只有在夏威夷才有，是蓝绿、蓝色、黄色，还有淡蓝，就这个鱼，长得可奇怪了，我也不知道它叫啥，你看它，好胖啊！哇，这个小鱼都五颜六色的，有黄的、红的、蓝的、绿的、紫的。去完水族馆了，然后准备去看游轮，然后下一班是4:05，不知道能不能上去。啊，好热啊！今天超级热，其实只有16度左右，但是感觉比昨天会热好多。我现在换好票了，你看人家都写着 boarding pass 去登船这样子。好，是一个小时的游轮。我来这边这么久还没坐过游轮呢，就在纽约好像也有，但是我都没有坐过，就看自由女神像什么的。然后来洛杉矶，不，来下图就要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大大的白色的。这边海边还是挺舒服的，天气又挺好的。我们到这个摩天轮旁边了，然后这边就是海，超级美的。这个就在派克市场旁边，然后这个位置也特别好，特别喜欢。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地方，快到了，我们再选上去的时间。就是这里有个屏幕，你可以自己拍照片传上去，好炫酷的感觉。坐在这边上，看到日落赛，太美了吧！对呀、啊，还可以吃东西，我的天！超级美吧这里，准备出去看一看。哇哦，这哇，这也是有风的哎，是真的是户外。给大家看看日落，超级美的，就是刚刚一直在日落，然后好多好多人。我刚刚跑出去拍照，感觉我整个人都被风吹傻了，超级大风外面，因为它是玻璃是围着，但是它是那种悬，就是露天的，所以它就是外面风会很大。然后我们在这边还吃了点东西，那个薯条和蟹肉的汉堡都蛮好吃的。我的天哪，你看它照的玻璃上超级好看。来一家 rooftop 了，呵呵，看起来很好看的样子。我们先点两杯饮料，酒，随便点一点吧。背景，我就是冲这个来的，好美哦！这边是摩天轮，然后这边是城市的夜景。Hello，
今天已经是我们第三天在西雅图了，然后今天天气真的超级好的，天哪，就是比昨天还要更暖和一些。我们两个就只穿了裙子和衬衫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好开心，看着蓝天。我们今天再去吃一家 brunch， 听说有人说是最好吃的 brunch， 所以我们今天再去尝试一下车，然后发现这辆车上面有个骷髅头，我的妈呀，这什么东西啊？可能是那个就是坐垫的靠椅，是不是？我们到啦，对，这一家。用手动的东西。那我来开门吧。上次没进。我已经点好了一个，他说我们来是太晚了，所以已经没有早饭了，只有午饭，所以我们点了一个汉堡，然后还点了几个串串，还点了一个他说非常好吃的 donuts， 应该是那种小面包，然后是蘸那个肉桂粉的和糖粉的那种，应该会挺好吃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吃过一家那个 Texas Roadhouse， 然后它里边那个小面包真的好好吃啊，好香好嫩，然后蘸那个肉桂粉，我从来没觉得就蘸肉桂酱会那么好吃，它那个是真的很好吃。那家店东西实在太难吃了，就是我感觉是我来美国吃过数一数二难吃的 brunch 店。听说有个面包很好吃，我就找一找。我们到了第一家星巴克，然后旁边好多人啊，大家都在排队。我们每一天，就是我们连续第三天到这边了，每天都在排队，连星期一都排队。我的妈呀！就是这一家，听说是最好吃的面包。我已经买好了一个这个。Thank you. You can take all the pictures you want. Thank you so much. Okay, 买好了。市场里面，它好像都是卖那种手工制品啊，然后卖衣服的。我感觉比较像国内的菜市场，就是菜市场在那边，这边是那种工艺品的小市场。还有好多卖花花的。啊。这里还有好多花花。哎呀，它这个虾，我手这么大。我手大概这么大，它好像是我手的三四倍吧。动物园儿，动物园了，看一下哪里，好大的星星，他说泰山，让我想起那首歌，那什么，我是上班的泰山。动物园闲逛呢，因为它四点就关门了，所以我们打算就快速的逛一逛然后就走，因为就是买了 City Pass 不用白不用，所以就来看看，刚刚已经看好了心情，然后现在都不知道这好可爱啊，上面写的好像一个 baby， 看不到他，他在哪呀？嗯，看到了看到了，可能是豹子，但是里边啥也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走吧。三叔湖，看小袋鼠了，我还没见过活的袋鼠呢，叫什么 kangaroo 是不是？狼？哇，它是白的耶，好白哦！它在那个门上玩。它胖墩墩的要走了。它是什么羊吗？山羊？它在伸懒腰吗？嘿，现在在一个叫玻璃博物馆的地方。然后他不让我用指甲，讨厌。然后我们就进来看。
都是玻璃制品。这里是彩色的，然后它下面印下来也是彩色的，美美哒。为什么我们那个没看见？我们走了一会儿就出来了，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玻璃洋房，上面好多这种花的玻璃制品，阳光特别好，感觉特别适合拍照。然后这边出来也都是吊顶，都是这种玻璃的。前面好像在正在制作玻璃，我来看一下。我们已经看完了，我感觉这个博物馆东西还挺少的，就是逛一圈出来然后就结束了，大概走了两分钟吧，五分钟最多，然后就出来了。但这边真的这个玻璃洋房特别适合拍照片，感觉会很好看。我们已经到华盛顿大学了，然后这边好好看，就是建筑也挺好看的，然后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去就是可以有几个好看的教学楼，然后还有看看樱花有没有开这样子。这个楼也太好看了，我觉得这边才真的是大学，然后大家在这边读书啊，坐一坐啊，晒晒太阳啊，太舒服了吧。唯一一棵樱花树，然后底下是他们的，这一边全都是樱花树，就这些，但是现在可能还太早了，所以都没开。他说叫哈利波特图书馆，我也不知道，我们进去看看。这里出来就可以看到雪山，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神仙学校啊。西雅图真的好多雪山哦，还有公交车站，就是还挺大的。吃晚饭了，今天又吃了那个臭臭锅，就我们之前吃觉得还一般还好吧，然后今天去吃我点那个最辣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改善了他的印象。然后吃完之后打算去看个夜景，但是今天呢，因为我穿的实在太清凉了，我都不敢去，超级冷，晚上我穿的就一个这种背心，然后底下还是这种凉鞋，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准备大家把衣服都换好，就把所有的带来的最后的衣服先换上，再去看夜景。好了，我已经换好了，就是多穿了一点，把最后的衣服都穿上了。到啦，看夜景这边，然后超级美哒，就是这个塔，真塔这边，然后准备用相机拍点照片。一点都不冷。耶、yeah, ，对，也没有那么冷，就是现在过来没有那么冷。很冷。我要准备拍照了，我的相机，好了，我要架上去。这里什么都看不见，你架相机这个过程一头黑。好了好了，那我等下拍照。我们要走啦，我们已经出门了，然后准备去打 Uber 去吃我们那天非常喜欢吃那个 brunch， 因为昨天吃的那个实在太难吃了，就是我们吃了一口然后就饿到晚上大概八点钟才吃晚饭，真的是气死我了。 You guys take a seat, don't forget your number and don't bring everything to your table, alright?Thank you。盒子怎么这样子，宝宝？要不那拿个管子呀，宝宝？我们要登机了。这个饮料还不错。我终于到纽约了。
我的腮红好红啊！我刚刚在机场，在西雅图机场的时候买了一块腮红和一个口红，就是 MAC 的。然后我试了一下腮红，觉得还可以吧。但是我发现他们那边Seattle 那边的西雅图那边的税是10%，我惊呆了，好吗？比纽约还，机场的东西都是一个价钱，就是没有比外面便宜，就是跟外面一样的价钱。然后它的税还比纽约高。你说我为啥要在西雅图机场买东西呢？醉了，我也是，就是感觉被坑了。一般来说，就大家概念里都会觉得机场比较便宜，但其实一点都没有。好了，这次的旅行就是这样，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